高雄梦时代。好多，摆摊。馆内发发票有消费就可以免费兑换，数量有限哦。来，等一下。货出去人进来，高雄发大财。我等一下要去消费来兑换统一面包。高雄真的疯了，嘉年华会。高雄热，
应该是会热到过年年宵元宵。真的是疯狂的 crazy。真的好高兴我们选了韩国瑜市长，翻转高雄。虽然高雄真的是又老又穷，现在已经是有活力的城市了。因为我住高雄几十年，在韩市长还没选上之前，高雄的景气真的是冷冻。我们出来到景点人好少，夜市人也是很少，真的感觉人都到哪里去了。现在到处都是人，好感谢高雄人做出了聪明的选择。前面瘫痪区已经人山人海了。居然 Seven 统一 Seven 也架起摊位了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这是临时摊位。身份改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友情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我是欧皇帝，那我们。真的是嗅到钱的味道，都来摆摊了。卖一些饮料，还有大亨堡、满汉香肠堡、黄金玉米。2019梦时代跨年派对。真的是商机无穷，还有糯米肠、香肠。真的太强了，还有咖啡、黑糖珍珠撞奶，还有卖咖啡，真的一定生意会非常好。
夜深夜深。我们这段号角会在观众区前面串好花音君和木头国，会那个贝斯老师会在这边。拍照吗？好，看这边。来占位置高雄梦时代就是统一企业集团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晚上跨年晚会的舞台，现在已经很多人了。
是练手势。